有先前在说，我们现在都是在讲修道嘛，为什么还要叫我们持咒、念持咒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各位前贤，咱食饭都要挖对不？对不对？爱配菜阿边，菜阿边。啊，食饭就是咱维系生命的主要来源。啊，配菜就是咧念遐咒。安尼知影无？辅助我们的生命啦。哦，遐咒就是咧辅助咱的生命。所以你全部都不送也可以。你对你的真心佛性啊。哦，有杂旧的信心，你根本就不用，什么也不用，自己就是佛啊，为什么还要再去持咒？啊，那个持咒就是我们哦，已经现在刚才不是讲果福吗？我们现在是因果果报呈现，被果报束缚，所有的事情啊，我们都要去应对，啊，应对的圆满，我们才能够修得圆满。这样了解吗？哎，是这样的，你拢不爱上嘛，无要紧。哎，你都根本没有哦，可以干扰，没有可以靠，都可以靠啊，担当嘛。